假如作业是吃辣。好，今天课就先上到这吧。今天的作业一定要交，回来做完再走啊。啊。这作业太简单了吧，根本不够。这是你们俩比赛，好，非常好，太棒了，太大了吧，这作业明年都做不完。太好了，趁老师不在，赶紧过冰箱，把吃不完的辣条倒出来，用牙签串上，把校长的冰糖通通倒进锅里，还有他保温杯里的水，静静等待它融化，串好的辣条放进冰糖，裹上一圈。有条件的话，可以放进张老师的冰箱，更好吃哦。冰糖辣条看着晶莹剔透的，外脆里香，真的别有一番风味。这样的辣条，不，这样的作业，我一口可以做100套。小野，居然敢投机取巧！小老师，下次不敢了。还有下次，把这些作业补完再走。谁能帮我完成这些作业？你给火龙果镀金的，这样会更好吃吗？我和小野家就输了，他让我给他送个火龙果，还得是金的。笑死，世界上还有金的火龙果啊？他瞎扯，我就瞎做了。不是吧，不是吧，还真的有金色的火龙果啊？小野，对不起，我不应该。好了好了，我也没吃过，我们一起吃吧。哦。准备好一颗土豪金火龙果，挑出88颗紫备用。为啥88？因为挑99太累了。接着把阿杰诚心诚意送我的荔枝剥壳取肉，榨汁将荔枝汁，我没有外门，荔枝汁倒入锅中，加提一丁粉和楼下买来的荔枝 Q 糖煮开，最后倒入火龙果壳，放入冰箱，塑形后取出，将火龙果籽夹在上面。奇怪料理，小野你教你。